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炒小虎。我们今天解说一场炒 TD 跟克隆的比赛啊。这两天有点嗡嗡，暂时不直播了。三 C 独乐图打正向想直接被升龙啊，这一点克隆看得很准啊，但是还是被打了三点的这个独乐图，发神运叫 nice 啊。下一升龙，这样感觉比较帅。克隆二发是玛丽，玛丽打炒 T 精不太好打，看能不能抓到这个驾招，抓到驾招一身背包。咦呀，奥尼啊，那谁啊都在归啊啊！克隆一个滑铲开始抢招压制，二跳的时候被重拳，就说他这个招啊已经被炒 T 烈记住了。你跳 C 第二段跳抓我，我抓不到我直接重拳给你推回去。你这招打我不好使，钢年空船打乱道晕了，漂亮，直接一套打晕，还是非常霸气的炒戏。再来个升龙，两次都是升龙啊，这样克隆只剩下一个本命英雄克拉克，看今天小虎能不能给大家唱个宝贝乖。AB 你别站低，再飞一下，再刚，你跟奈罗洛，好，前冲爆摔，怎么说？刀下盘防的不错，但是最后一个前倾腿啊，我们总忽略这一招，我也总中这一招。这下臂下移之后要多防一下啊，他会用这个前倾腿打这个打你乱动。好，真气出场，克拉克两颗切。好，拆头拆得很快，再爆摔，怎么说跳 CD 吗？直接炸气，然后用一个站中腿打对手起身都乱动，喵喵，就是跟他拼血啊，争取先费再少的血量啊，费更少的血量把这个真气跟他拼死，然后见到克里斯再说。 nice 啊，他这个克拉克的后跳重腿啊还带着空投的指令，就是归了他点，不要让他近身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哎呀，下一次啊，想宝贝乖，漂亮，宝贝乖乖宝宝，宝贝是个点，还是反三了啊！感谢您的收看。